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在迟到。哎，爸，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。好嘞。哎，叫凌霄吃饭。哦，好。李芊芊，是你在里边吗？ 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。哎呀，知道知道了，下次不会，求你讲究。哎，来，这你慢慢享受吧。哎，不带你玩了。哼，还好提前准备。 小娟，快点吃饭了。马上。哎，跟你们说啊，小娟今年上高一，你们俩升高三，又在同一个学校，就别像初中那样了，整天让她请家长的啊！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儿啊。嗯，放心吧，爸，我会看好她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李爸，我会看好他们俩的。 李芊芊，凌霄是你麻子。怎么穿成这样啊？ 今天我第一天开学，我准备穿着这身去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？太厉害了！这就对了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、歧视我，我决定。 先下手为强，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。记反了？反了？嗯。不重要。不重要。李芊芊，我告诉你，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，跟小哥讲，小哥揍死他。爷。爷。 李爸刚说不许带李健惹事，没听见啊？吃饭。你这身衣服哪来的？暑假攒的。暑假攒钱买的。你是要上学去，还当坐山雕去？换了去。 换校服，马上！不好惹。天天，秦伯伯，
好好学习啊，向你黎霄哥哥学，争取考第一。好。哪个是子秋啊？我是。婆婆，你是谁啊？哦，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，来伺候月子的。你们要叫她张婆婆。张婆婆好。张婆婆好。乖，真好。孩子们，你们都想妈妈吗？ 说错话了吗？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爸，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！赶紧洗小吃吧。啊，哇塞，做了这么多菜呀，都饿死我了。哎，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。哎呦，大事儿，你赶紧宣布啊。子秋，我跟你说啊。 你二姨就是来了，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。啊，怕人呢？走了，他不知道你的上学了。嗯，其实见不着他也好，不然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哎呀，真孩子，有点一世关心我。贺兰啊，人是好人，就是嘴碎。哎呀，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。子秋啊，你一定要听话。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。子秋啊，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。哎，就这一套，我都会了。 你去李尖尖房间干嘛了？没事。好，小金，赶紧的，就等你了。来，哟哟，我这伟大大的哟，这么高兴啊？这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？海潮，你看，咱这一大家子。 多好啊！啊，哎，想当初啊，我跟你们李爸啊，决定由我们二人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，哎呦，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，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？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。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多好，你们都长这么大了。你看，凌霄不用我操心，我在外头工作，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。谢谢你啊，海潮。哎哎哎。 这钱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呢，哎呦，谈什么对象啊？啊，我吵架算是吵够了，哼，得给你找个老婆，好好管管你。我要宣布事儿啊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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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李尖尖，今天来例假啦！ 你们愣着干什么呀？不恭喜我！恭喜尖尖，成大姑娘了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吃鱼吧，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。初中的时候，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，就我没来。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。 我妈走得早，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，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？不会，啊，没遗传啊。小杰，你以后这方面你问呐。对，问啊。问，你们都是男的，你们也不来例假，问你们有用吗？哦，还有，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，我怎么肚子不痛啊？ 哎，凌霄，那个你先审审秘密的网，今天屋里放的什么？哎，好像是礼物。礼物？那什么礼物？没什么，去看一下。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。 它是白色蕾丝边的，好好看哦。嗯，我这一身汗，我就换件衣服去。啊，去，我先上厕所。哎，我在床上在那玩呢，我给弄脏了，去。那我也回屋试一下。去，哎，你别去。你说你小杰，你以后这方面的事儿。
别到外面说去啊！我没在外面说，在家里说的。你家？哎呦！